Jesus tonight. Come on.
早的福音是记载约翰福音第17章第1节到11节。约翰福音第17章第1节，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就举目望天，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，掌管凡血肉之躯的，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交给我做的工作，我已完成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，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同你享有的荣耀。第6节，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把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你的道。现在他们知道你所赐给我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话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为他们本是你的，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荣耀。我到了你那里去，我不再留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。圣父啊，求你因你的名，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，保守他们，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。这是基督的福音，愿赞美归于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同心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求你这时候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借着圣灵帮助我们，让圣经的话感动我们的心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看到呢，在约翰福音17章是主耶稣基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一个的祷告。而我们知道呢，一个人如果在离别之前或者是临终前呢，可能就会叫身边的亲人来到他们面前，就有这些的遗言或者是一些的交代啊，千吩咐万交代啊，希望对方能够过得根据他的这个的遗言去做啊。正如一个的父亲，当他知道自己在世不久了，他就叫他的孩子来，就交代他们，哎，希望他们呢以后过得好，希望他们呢能够做对的选择，他们将来的生活会更加的美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父亲可能在交代后呢，就会为他的孩子祷告，然后呢可能给他们祝福，希望呢主耶稣能够继续带领他们往后的日子。正如在旧约呢，我们看到雅各当他临终之前呢，他就叫他的孩子来，就为他们祝福祷告一样。在约翰福音呢第14章到16章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日子很近了，他将要离开他的门徒，快到了，他那个日子快到了，就嘱咐他的门徒呢要如何面对将来的挑战，在他不在的日子呢，他们要怎样去行，要怎样去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。所以其中在14章、16章不断被强调的呢，就是基督耶稣要门徒们彼此相爱。然后另外呢，他也
鼓励门徒，安慰门徒说，将有一个的保惠师圣灵呢，将会与他们同在，帮助他们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耶稣也提醒门徒，虽然会有很多的忧伤，很多的悲哀，但是呢，这一切呢，其实到最后就是成为喜乐的泉源。我们看到呢，耶稣就是这样子呢，在吩咐门徒，他最后的这个吩咐呢，很迫切的跟门徒讲。讲完后呢，就在第十七章，耶稣就做了这一个的很重要、很美好的祷告。在一到五节呢，这个十七章对啊，十七章呢啊，可以分成三个部分。一到五节呢，耶稣是为自己完成的救赎工作而祷告。而六到十九节呢，是耶稣基督为门徒，还有他们要面对这世上的困难和他们的使命来到祷告。然后20到26节呢，就是耶稣为将来的教会啊，门徒过后的门徒来到去祷告。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花了很大的篇幅呢，为这他所预备的救恩，还有门徒，还有教会来到祷告。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1到11节。在第一节呢，耶稣说，这里记载耶稣说了这些话，而耶稣说了这些话所指向的就是14章到16章耶稣的教导。而14章16章耶稣的教导呢，在16章33节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总结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，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要有勇气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而在这里呢，耶稣知道门徒要遇见的事情和苦难是蛮多的，但是呢，耶稣要使门徒心里有平安，要让他们知道在苦难当中最终呢耶稣是胜过世界的。耶稣要他们知道他们要平安，他们要有勇气。因为呢，当门徒面对苦难的时候真的不容易，但在这一切的问题里面，耶稣要让门徒知道最终就是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呢，就记载了耶稣的祷告。而这个的祷告呢，跟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祷告的记载有一点点不同的角度。而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是，他并没有凸显耶稣在很痛苦的祷告这一方面，反而他凸显了耶稣面对整件事情呢，是一种抱着将荣耀归给上帝的一种心态。耶稣呢，在整个十字架受苦 的这个事件中呢他得到荣耀，并且圣父上帝也得到荣耀，因为这个救赎的工作已经成全了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整个祷告的重点，荣耀，将荣耀归给上帝，子得荣耀，父也得荣耀。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呢，耶稣所说的荣耀呢，就因为耶稣成功让门徒和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并且呢，在他祷告感恩赞美中呢，他知道这个的真理，认识独一真神呢，能够继续的被流传下去，而这个为着这个成功荣耀上帝。在祷告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渴望和他的激动，因为呢，终于有一条路可以开给受造物呢，使受造物可以认识这位创造者。正如呢，一位失散多年的孩子呢，终于呢被找回一样，跟他的父亲能够团契一样。在约翰福音17章1到5节，这里说，父上帝荣耀圣子，圣子也荣耀圣父，
因为呢，圣子可以将永生赐给血肉之躯的人，还可以把永生赐给我们。透过耶稣基督呢，人可以认识独一真神，就是永生啊。而在圣经里面的祷告，耶稣的祷告，让我们看到，原来荣耀呢，跟圣子使人可以回到独一真神的真那里呢，是对等的。因为圣子使人回到独一真神，认识独一真神，那么就圣子得到荣耀，圣父也得到荣耀一样。耶稣的祷告呢，在第一部分是1-5节，第二部分呢是6-19节，而今天我们只是看到11节，而6-11节呢也可以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呢是6-8节，第二段呢是9-11节。旧约的圣经呢记载呢，让我们常常有一种的感觉，以色列人怎么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呢？怎么一次又一次的违反上帝的心意，离开上帝，远离上帝呢？而6-8节呢，就感觉耶稣在这个祷告中，让我们感觉到啊，终于明白了。以前呢，旧约让我们看到呢，以色列人的顽固不明白，来到这时候呢，终于明白了。这些的门徒终于明白了，他们呢终于可以明白耶稣就是被差来的那一个的弥赛亚救主啊，他们终于能够透过耶稣呢传达的信息和教导，终于懂了，明白主耶稣就是那个被差遣和他被差遣的使命。而我们看到呢9-11节，耶稣呢就这时候就祈求上帝呢继续保守门徒，就算呢耶稣基督当以后不在他们当中，而耶稣知道他将要离开他们，他祈求耶稣继续的保守门徒。而这个的祈求呢，是要保守门徒能够继续的合一，就算耶稣不在，他们也能够合一，而在合一中继续的使圣子得到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得荣耀的过程，他不只是他跟圣父之间的事情，他也要门徒继续这个荣耀的工作。在这里 主耶稣的祷告呢，就期盼门徒继续的合一，继续的使圣子得荣耀。而记得吗？1-5节说得荣耀就是让人认识独一的上帝，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得永生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要使人得荣耀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祷告，耶稣的祷告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的总结，这个的总结呢，我把它分成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呢，是圣父与圣子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荣耀，因为众人终于可以真正的借着主耶稣基督认识独一的上帝。第二，耶稣感到在祷告中他感到欣慰，因为世人终于明白上帝的心意了，并且他们领受相信跟随主耶稣基督，把这心意呢把这个心意呢就是从耶稣基督传给我们一样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耶稣祷告第一是荣耀，哇，感谢主，荣耀，我荣耀归给父，荣耀归给圣子。第二呢，他很欣慰，因为终于有一条路给我们了。第三是一种的期盼，耶稣期盼呢门徒能够合一，把这个的福音继续的告诉人家，使到越来越多人能够认识主耶稣，能够回到独一上帝的那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祷告也给我们提醒，我们知道
主耶稣已经得荣耀了。我们知道已经开了一条新路了，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的责任，使更多的人要认识主耶稣，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独一的上帝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的永生。一个的苦难让耶稣有一个不一样的祷告。耶稣这个的祷告呢，使我们只看到从苦难中看到上帝的荣耀。其实我们今天呢，在耶稣这个祷告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。这个提醒呢，就是我们可能面对很多困难，很多挑战，但是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祷告。我们可以呢，从荣耀归给神，让圣子耶稣得荣耀的角度祷告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只是在看到自己的苦难和困难，我们同时候也要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所以盼望我们现在的日子，我们面对不管是什么困难，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的帮助，让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使荣耀归给耶稣，荣耀归给上帝。愿主祝福大家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这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认罪，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舍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罪恶，并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，领我们进入永生。所以让我们这时候以忏悔和信心承认罪恶，坚决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又与人亲爱，和平共处。我们一同念认罪文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常在思想、言语和行为上得罪你，又得罪人，又因自己无知、本性软弱，当做的不做，不当做的倒去做，性情懦弱，无力自救。现在我们痛改前非，决心悔罪，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求你赦免我们以往的罪恶，又施恩使我们成为新人，常侍奉你，就将荣耀归于你的圣名。阿们。解罪文：全能的上帝愿意饶恕一切真心悔改的人，愿上帝怜恤你们，饶恕你们，并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，坚定你们的心智，加强你们行善的力量，保守你们得永生。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我们这时候要分享平安，虽然我们无法在实体上一起分享平安，但是在灵里我们依然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体，所以让我们追求和睦，建立我们共同的生活。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同在。阿们。这时候呢，我们要收奉献你如果你在家里有预备主日奉献的，你可以把它分别出来放在一个的袋子里面，然后呢早一天可以拿来教会来到去奉献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呢，这时候我们要预备心，我们要奉献把这个金钱献给主，来到感谢他。恩典大观众，思想是必然显为虚空。让我们念呈现饼酒后的祝文。上主啊，尊贵权柄荣光显耀威严都是你的，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，万物都是从你来的，我们把从你得的献给你。
阿们。定睛在他奇妙事容，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同在。你们的心当仰望主，我们的心仰望主。我们要感谢主上帝，感谢赞美上帝是应当的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借着独生圣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感谢赞美主，圣父天上的王，全能永生的上帝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我们本分和乐意做的。因为耶稣是你生命的道，借着他在起初万物便被造成，并且你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借着他你使我们从罪恶中得释放，使他降世为人，并死在十字架上，你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你的右边，借着他你再显赐生命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成为属你的子民。因此我们与天使、天使长及天上的会众一同称赞颂扬你大荣耀的圣名，常赞美你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全全全能的上帝，天地都充满你的荣耀，何塞纳在至高之处。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，何塞纳在至高之处。天父啊，接纳我们奉圣子救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称颂，现在我们效法他的榜样，遵照他的命令，求你借圣灵的能力，使这饼和酒作为他的身体和宝血赐给我们。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掰开，分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拿这个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常常这样行，来纪念我。晚饭之后，耶稣又照样拿起杯来，祝谢了，递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拿这个喝，这是我立新约的血，是为你们和多人免罪流出来的，你们应当常常这样行，来纪念我。这时候让我们一同来说：基督死了，基督活了，基督要再来。因此天父啊，我们纪念他在十字架上一次而永远的奉献自己，并且传扬他大能的复活及荣耀的升天，现在正等候他荣耀再降临。我们借着这饼和酒举行圣礼，表明他唯一的完全祭，又借他大祭司，求你悦纳我们所献感谢和称颂的祭。当我们在威严上帝面前吃喝这神圣的恩物时，借着圣灵更新我们，用大爱启发我们，并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使我们合而为一。借着他，靠着他，在他里面，因圣灵的能力，并与一切在天上地上站在主圣面前的众圣徒，我们敬拜你全能的父，不停地赞美歌颂说：称颂、尊贵、荣耀及权柄都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我们这时候遵照耶稣的教导，同念主祷文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，愿父的国降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求父今日赐给我们，又求饶恕我们的罪，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父的，世世无尽。阿门。我们掰开这饼，来分享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一同回应说：我们虽多，却仍是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享一个饼。让我们一同念谦恭敬主文。慈悲的主，我们到主圣桌前，不敢靠自己的功劳，唯靠主诸般的大恩惠。我们就是拣主圣桌下的灵衰，也是不配的，唯主永无改变，常怀怜悯的心。求恩主助我们能吃爱子耶稣基督的肉体，喝他的宝血，使我们藏在他里面，他也藏在我们里面。阿们。我们一同念上帝的羔羊。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的主，怜悯我们。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的主，怜悯我们。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的主，赐平安给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应当凭信心进前来，领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和流的宝血。我们应当拿来吃，拿来喝，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，并以信心领受，心里感谢。阿们。我们这时候呢，在家已经准备了这个的饼和酒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一同在这个时候一起拿这个的饼，然后呢沾进这个的酒，我们一起来到领受圣餐。饼代表基督的身体，酒或者是你准备的葡萄汁代表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们领受就代表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一起的团契。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到领受圣餐。这时候圣餐后，我们一同念献身祷文，来到感谢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宝血喂养我们。我们一同来念：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用圣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喂养了我们，我们借着他将身体灵魂献给你做活祭。求你以圣灵的大能差遣我们出去，在生活和工作上赞美荣耀你。阿们。让我们领受祝福。愿上帝所赐诸人意外的平安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使你们认识又敬爱上帝和圣子我主耶稣基督。又愿全能的上帝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所赐的福，将在你们中间常与你们同在。阿们。愿你们平平安安地去敬爱服侍主，靠着基督的圣灵。阿们。
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。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淡淡的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。我们要回转向你，愿你来怜悯。